刚到了，大家呢总是在此刻了虔诚的心，我们呢都是在灵山法会，因为呢大家心都是共住一次，人人呢心中呢虔诚，把法入心来，我打从内心的说感恩啊，感恩人人呐、啊，很虔诚的把法这样的牢牢的记住，这就是一大事，很诚恳的这一大事。佛陀出现人间，为了一大事因缘，那就是教菩萨法。有的时候看到了我们在发放，在这国际间慈济人也是一样，鞠躬啊，合掌啊，向着接受的人说感恩，这就是慈济人的法则。我们的法总是呢要展现出来那样疼惜尊重的爱，所以说来我天天在看的国际的慈济的这个新闻系统，很感恩大爱台，咱大爱啦，可以看见天下国际的大事，不只是跟他说哦，得先导慈济，不是这样而已，是给大家呢眼光呢打开啦，让人人呢一股清流啦，让净化人心，让人人理解呢我们现在非做不可，会用爱啦去付出于人间，同时呢爱护地球，彼此之间互相的感恩。就如现在在尼泊尔，有马来西亚，有新加坡，20多人在那里守护在当地，且教导生活的方法。我也看到了学校的孩子，孩子在吃饭是没有端的碗，是用手摇啊，那用手去抓来吃，很感恩这一群菩萨代替了我们你我啦，他们呢很虔诚的带着这样的使命走进了尼泊尔，赶快呢也是很有爱的付出哦，给的同时还要行个礼合个掌，还要跟他们说感恩啊，因为他苦，所以我们有因缘，这有机会了，可以帮助他们。不也是有一句话吗？助人为最快乐之本。咱大家人在咧帮助人的时，总是呢会很欢喜。就如我。每一次看到了国际间呐、啊，慈济人在付出，我都是感恩呐、啊。我踏不上，我的手伸不到，大家呢代替我走这一大段的长长的路，代替我呢
提了重重的物资，一个个的用爱抚慰在付出。这都是在任何个国家任何一个地点都是同样啊。更重要的是菩萨招生，他们所到的地方用身教，他们的唯一看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慈济人在跟我分享，他们走入了某一附近的庙，我们的琉璃火也带到了，并且还把师父带到，也带到那里去。那家人呢，感动的感觉到师父跟他们同行，感觉到他们呢陪伴着师父到尼泊尔，所以看到大家很激动，我也是很激动，我也是眼眶含了泪水，真的是感动。我真正的跟着他们一起走进了尼泊尔南毗尼，在阿尼一丁地啊，真是真感恩呐、啊！时常听到了慈济人呐、啊，通常互动的一句话：感恩呐、啊！不管是付出，或者是呢共同汇合，都是呢同样的语言，同样的威仪。还是呢，这就是很挺简单，但是呢很感人，这么简单感人的话，大家都牢牢的铭刻在心里。简单师父在那讲，种子一颗可以呢生无量，只要我们心中虔诚，有接纳法，那个法能够接收来放在我们的心。既然呢公主者还跟他们分享佛法的由来，慈济的开头，这都是历史哦。远的时间呐、啊，是佛陀的时代；近的时间呢，是咱现在的时代。所以，不管是两千多年前的时代，那姑姑的时代，就安尼该拉进来。就是在现在，这《法华经》内底啦，也安尼讲吼，只要这一念心显出了神通，人间呐、啊，人人都有神通力，有神通的力量，我都该解释啦。我们人人都有精神。精神历练呢，这会贯通会神，把这个法贯通，在这新加坡，在马来西亚，慈济人这样的用心，那样的用力，他们遥远的地方。只是听到师父一句话，要翻转尼泊尔的信念，他们已经到达了，也带着师父陪伴师父到位了，
在那里跟尼泊尔的人分享慈济，真是哦，我感觉我这世人啊，我这一辈子真的有价值啦，我对自己呢也很感动啊，也是很感恩。感恩呢是人人啊用爱啊代替我铺路，那用爱呢代替我开道，真正的国际间呐、啊，总是呢条条道路条条通。